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莫文刚。抗震更新呢，因为我现在在外面在法会嘛，所以说不在家，没有办法做导播，所以是用手机录音。然后我用的牌子是暂且先用这个普遍的太阳神的，然后结尾是用风暴，我试试看。好，因为我也没有需要，我是看天主他们那边。然后就想想看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所以说，这是我第一场啊，后面可能还会有其他过场的刷法，也会再来试试看。好像有风铃，是不是要注意？风铃不注意，就是正常的太阳神。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全部回去了，好，没有关系。这个的话好像都差不多了。原来要吗？那我就先开这个，然后我先开这个，然后我再开这个，把他的攻击乘以二，然后牺牲，就会比较成功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发动技能的反射。接下来就是要那个五千个的攻击过来了。五千个，对，就是你们的机遇。没关系，不要急。其实这也可以发动啊，只是我怕他身高掉了。我们先来把我的吸上去。我们左下角，我就想要关他。好。哇，一回合五一万，很紧啊这个。来哦，5万。等等，我是最怕这个情况，最怕什么情况？这个。不，我最怕这个情况了。攻击太低了，不太像想吸引一点，攻击太重了。没错，没机油。装板 ，OK， 有装板了。好，吸血，吸个手。感觉这一场应该是会蛮顺利的。太阳神，太好了。OK。哇哦！可是，好吧，我就直接招神了。OK， 那
卡都有了嘛。那我这里就先直接找好了。然后出来吧，太阳神！来！我们就发动他的效果。啊，风暴的话就是主要就是收我啦，他后排就是好像有风铃树啊，或是禁闭，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来摧毁。我现在好像没什么用，我就直接打过去。OK， 完美。这样子应该是7000分了，因为我牌组没有抽光了哈。我是因为保险起见嘛，我想要第一场就逆成功，因为我法会比较多。哦，这样也是可以8000分，不错哦。等于说如果我牌组抽光的话，其实应该是分数会得到更多。好，这就是这一副牌组啊。好，就分享给各位。那我法会结束后，回去之后再就是很多牌子要介绍啊，回去后再介绍。哦，八卦那个新的卡牌，我也是会介绍一下。那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旁边有个小铃铛，帮我按一下，这样我上传片就会收到消息喽。好，各位我是光光，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吧。